下来，一博队长，你的组内考核开始。你的主题是 old school。我主题肯定是我很喜欢的 old school， 怎么 old 怎么来。Breaking 肯定要在一块儿。公孙无名呢，就是综合最好的全能的 B-boy， 大厅还有步步跟大饼都是最厉害的 hip hop dancer。那就很明显了，小君君要来这边当编舞师啊。如果我要加入你专的，我就必须是那个主编舞师。你做我的主编舞师。但是可能另外一个组的编舞他可能这一点上有一点点难接受。我们现在队伍有小君君，然后你，但是我刚才答应他的是他做主编舞。同样都是编舞师，然后我希望他们这一次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，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。他俩肯定得在一块儿，我觉得两个 popper 也是要在一块儿的。我觉得小鸡会给出比较搞笑的风格。我的队员们都实力很强，我希望他们这一次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，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。你首先要考核的是他们刚才捡到石头布了。 B 组先，有请 B 组 Go。 加油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他们袜子都统一了色系的。哇，这从我编舞师角度来讲，我们就是玩出想法来，玩出花样来，那怎么样能够最让人记住就是最好的。会玩，帅呀！他们的风格是特别的讨巧的，因为他们的气氛就很活跃，然后又有 old school 的元素，最后衣服一脱，然后一个涂鸦，那个是我没想到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玩。兔子舞算 old school 吗？啊，算啊。我觉得我最佩服的一点是你们跳的时候你们很开心，你们感染了我。我觉得开心这个东西很重要。非常厉害，然后踩点啊各方面，特别是 B-boy 两位老师的炸点啊，包括大家的配合，就是太好看了。很多很好的点子啊，会用道具，会用电影的台词。兔子舞够不够 old school？ 你头啊，我还没完。画面感真的很强，而且确实跳的动作也是 old school 的。我怎么感觉这个舞像是小鸡排的？处处都是那个小惊喜这样。所以是涛涛主编是吗？啊，但是点子很多都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。我特别想说的就是，你会看到我们跳得很开心，是因为我们排的时候非常的开心，鸡哥是我们的笑点。没吓到我，有点不适应。就是我们这个 old school 这种东西，主要要体现的就是我们四大元素，对不对？说唱歌里面有 DJ， 刚才他戳了 MC， MC 重复了。那个 B-boy 开来第一段非常的帅，对不对？最后涂鸦。Don't say so much。 点睛之笔，直到顶峰，就是这样。Old school。 在你们快乐的氛围之后呢，让我们请上 A 组。乐个神仙，是不是姐？像波波、大饼啊、大婷他们都对于 old school 来说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简直就是随便来。挺担心的，心里其实是没底的。他们组都是很有能力的人，跟我们相比，要不就是跟我们差不多，要不就比我们会好。我觉得他们作品是好的，画面也比较丰富，
但是相对来说动作是比较简单一些。我把 hip hop 的动作结合着 breaking 的招去排这个舞蹈，整个作品跳出来是很有攻击性的。哇，他们每个人都很强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期待这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。A 组表演完毕，主题是 Old School， 这个作品诠释的是不是 OK 呢？我们先点评一下。首先如果从我定的主题来讲的话是 Old School 的，然后我能听到里面是有 Michael， 然后包括那个李帅那个头蹭的那个大家配合是 OK 的。我觉得缺点就是在有点不齐。整齐度不够好，然后我没有记忆点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A 组的实力都很强很强很强，真的每个人单挑出来都非常的强，为什么组在一起呈现上还是真的没有那么的好呢？挺失望的，我因为他们个人能力真的很强，对吧？但没想到聚在一起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，不那么的齐，所以你力量的收放自如跟整体的动作的美感吧，就是差那么一点点。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磨合可能还差一些，默契度啊什么的就会跳不齐。他没有记住的画面，这就是我编舞师的失误了。我觉得我很想努力的做到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一次我自己做的也不够好。对不起，一博队长。A、B 两队已经表演完毕，现在请四位队长进行评判。周焕良队长，你的选择是B。演完他后，他们在很欢乐的过程当中表达你这种舞种，这样，所以你会觉得哇，这段是非常吸引人的 old school。张艺兴队长，我选 B。加尔队长，我的爱好 A， 纯粹没有加工过的 old school。这个东西是牛奶，你不可以给我一个甜的牛奶，所以我那一刻，所以我就觉得哦，很纯正，也不会加工，这一点是我很 respect 的。一博队长，最后的关键两票。B 组整体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挺满意的。A 组我知道他们更好的一面还没有展现出来，这绝对不是他们更好的一面。没办法，我看的是起舞，看的是最后的结果。恭喜 B 组获胜。那么接下来一波队长将要从失败组里面淘汰至少两名队员，也可以从获胜组里最多淘汰一名队员。我说 B 组吧。对不起 ，CC。CC 他是跳编舞的，我可能更喜欢 old school hip hop popping locking 这些东西，那他在里面确实可能会有点吃力。A 组来说，真的在 A 组里面淘汰谁都非常遗憾，因为他们是 battle 型选手，没有 freestyle 的话。也很可惜，说实话他们那组有点难选哦，个人实力都是很强，
可能就是说这是队长那些权衡了吧。我觉得编舞师应该有编舞师的担当，所以 A 组小君君。我觉得编舞师你没有好好的控制到这个队伍，你没有编排出好的一个作品，可能是你的失职。然后 A 组还有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大饼。啊？大饼？啊 ？What？ 就我觉得，肯定全场的人都是一个感受。为什么是饼哥？就那种。大饼的话，我觉得我是会比较信任他，会作为一个核心，大家去编一些很 hip hop 的动作。但是在起舞上，真的没有那么的齐，就是可能只能找到两个负责人吧。三位很遗憾在这个环节直播这个舞台，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把你们想说的和没有说完的话在这里表达出来。首先我非常感谢一博队长为我抢到了毛巾，让我和涛涛有机会把我们的双人舞展示给大家。其实从那场之后往后走的每一场对我都是一种馈赠，谢谢一博队长。在我的意料范围之中，当时一瞬间还挺开心的，我想啊，西西终于可以放松了，回家抱着两只大狗在床上啃着吸管看着电影了，就不用像我这样在这边啊，天哪，在熬夜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就是其实只要没有表现好，我觉得就应该被淘汰，所以我尊重王一博队长的选择，以及希望大家往后继续加油，谢谢。首先我尊重一博队长的选择，然后呢其实我也很可惜，我从一开始跳了 hip hop，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跳过 hip hop， 还是很有遗憾的，因为我的武器库还没打开呢，好吧。大饼前面跳起舞之类的就一直在扛人当托举，都没有让大家去看到他最强悍的那一面。我们队内我们会说大饼就是一个弹药库，但是这个弹药库就是还没用呢，就被炸了，这种感觉，对，不是那种苦情的淘汰戏，所以也没必要